个贴这个玻璃膜需要有的工具，那么首先你要一个洗玻璃的水来把它洗干净，然后你在一个空壶，比如说可以放清水的喷到玻璃上，然后带点手纸，厨房用纸擦干净玻璃，然后当然有，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有个美工刀肯定要有的，那我们一般很多刀，你看那边还有刀子，你带一个这个铁的很好用，又卡住边压的比较严实，同时你可以买一个小黄色的，这个这都是皮灰用的，或者买一个直接一个圆弧状的手柄的，那更好用，大一些。也就是说这两个小铁铲、木铲、美工刀，那么再有切割用的，这个就看你想怎么切割了，那么是三角的比较割起来比较方便，三角尺，有时候我们也用这个压边，你看把边压住，找一个类似铁片的东西，就是可以有专业工具也可以啊。有时候我们也用水平尺，其实为了不是来量水平的，主要为了切割方便。你看，当然还有一个也有一个尺子，下面垫一块东西，你切割的时候不要切割着别的东西，放在桌子上平台啊，哎，那么接着就可以。所用的工具大家看一下，哎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用的工具。那么然后大家就可以干起来了，你看，哎，这是我们婆做了一个一扇玻璃，那么还要在一二四上面四下面四八扇啊，这个已经做完了，效果非常漂亮，也能透光，也内外隐私也都得到保护，所以你自己也可以做啊。这是刚才那大的一扇玻璃拉门剩下的另外一片，说你要根据自己所选择的买多宽的多窄的，然后可以切割嘛。这是在阳台门要贴一个玻璃膜，那么首先要把它擦干净，你看，那很脏嘛，先把它擦干净，处理一下表面。是要用玻璃水，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玻璃水嘛，进。这样，哎，用不先把它清洁干净。玻璃完全清洁干净完了以后，就可以喷上清水。是完全都切好的，按照尺寸来切的吗？还是要再割？要再割。这个得割啊！当然要了，他洗了就麻烦。这是一块完修边呢、啊。修一边、嗯。不要全把它接完，太大了。哎，对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对，可以，可以了。对，这个面积大，一定不能完全把它切了。哎，从下面，哎，就这样。吹一块，就是上面是漆的，左边或右面一面是漆的，另外一面一定要切割，这样还做得漂亮。
垂直的话就会减少里面的皱褶皱纹比较减就会减少。你看最后鱼这么一块嘛也是切割的。刮的时候是一定要保持平行的。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黄色的光板我们今天就没带这工具。这个不要弄要往两边走。对。对，两边往两边赶，一定要垂直从中间线剁下来，然后再左右两边赶。看一下这个软管的整体情况，这个也得贴，刚贴了一块，你看，因为你不贴的话，你看有人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就很讨厌，会看到一些隐私情况。其实这个花园也很漂亮，都漂亮。